怎么听听不着摇下了就这样。那上了上给你用吧。那手机能来听见。还行。那那边呢我那听了。有我的那有两顿就得装了。没呀。哎呀快去。太疼了。手拿呆呀，对呀，这的，要抖音的这些，那有个杭州那边过来，哇，这个重啊，拿中看看呢。在有点热，弄来弄去，两只羊。这几这几不乱七八糟，这这这这不要带油啊！他带钱包油，7.9元。刚才那两个有什么好吃？单品嘛，你少拿一点白的。你就知道吃吃吃吃吃。嗯。人活着就是为了吃。先开这个小的，好久没有开包裹了。我好久没有开了。那有刀。看得有刀。今天没到，咬那么刀呢？水果刀，这是新年礼物。哦，好吃的。耶，马克杯。咖啡呀、啊。保温杯，哎呀，我需要一个保温杯，我真的好需要。这可以。装点水，如果出去的时候可以给宝宝装点那个，装点那个水来冲奶粉。太好了，我刚好想买一个，现在不用买了。嘴猴的，漂亮啊！刚好，又刚好给你喝水呢。喝水的话，这个可以给我来刷牙。这给你吧，给你吧，给你吧，我不要。我有刷牙杯。小五科技寄来的，谢谢你们的新年礼物，还有一个大箱。这个箱真的大，这个哇，还有一个牛字哦，牛年了，牛气冲天，牛年牛气冲天。看一下有没有吃的。哎呀天啊！哇，这个这么沉呢、啊？有点重，好像是百宝箱。哦，好奇盒，真的好奇。好奇，我也是好奇。我也好奇。可能他们寄过来都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他肯定是随机乱发的盲盒，让你自己打开来看到底什么。我也好奇。给我们一个惊喜。好奇盒，我也来好奇一下啊。这个是西瓜视频寄过来的。我真的好奇，人开都不会开。有那么笨吗？哦，这里这里。嘿嘿，水果奶油，嘿。这包裹的不好拆。越好奇越是难打开，它就是那样打开，就这样子从上面打开的，你看，看一下你的好奇心有什么，有没有巧克力？奔跑吧，创作人，有没有吃的？
不要那么暴露你的本性嘛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。肯定了。就是问吃。哦，非常好奇，见证什么的时刻到了。嘿嘿。哇，毛笔字。啊，啥字？什么有？好大一个毛笔呀、啊！慢点。你不是刚好给宝宝玩具，你不给他学抬头的。小汤圆，口罩，疫情当前，出入一定要佩戴好口罩。糖果，饼干。哎，我就说，哪里不是？上面都写饼干。它是写饼干，但是这个好像塑料的呀。是饼干。巧克力，巧克力呀、啊！真的有巧克力啊！留个给我。给你，三个都给你。我吃这个。完了。这支毛笔就大了，那拿给你写对联，今天、对联自己写，工具给你准备好，来，墨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今年要你自己写对联啊。我的好奇心就要吃，还真的有个巧克力，还有糖哎，这个你哇，还有棒棒糖啊，嗯，哦、棒糖，这个你应该不吃吧，留给旭梦跟梦瑶他们吃。这个应该是对联的，它春联。嗯。来，这个给你的。红包盒。这是给你的，知道啥意思吧？装钱。这里有卷纸，我猜这卷纸是拿过来给你写对联的。嗯。真的是空的，看到没有？是的，写个福字。都是空的。我吃一个。还要留给薛梦跟梦瑶啊！感谢西瓜视频寄过来的礼物，非常感谢。